是世界上性能最强的掌上游戏电脑。2020新一代 GPD WIN Max 相机，采用英特尔第十代 GPD-i5 处理器，16G DDR4 3333高频运行内存，512G NVMe 高速读写固态硬盘，8英寸1280×800分辨率屏，预装 Win 10正版系统。英特尔新一代冰湖处理器内置核显十分强大，720P 分辨率下可以畅玩各种游戏大作。经过实际游戏测试，近几年的热门单机游戏大作，比如《只狼》《地铁一去》《鬼泣五》，都可以流畅运行在30帧。网络游戏，比如《魔兽世界》和《剑灵》，多人团本下依然能够保持50到60帧。PS3 模拟器也能够流畅运行大部分游戏。有不少玩家已经准备好了显卡坞，因为 WIN Max 自带雷电三接口，可以通过雷电三接口外接显卡，获得最顶级的游戏性能体验。最高支持外接 RTX 2080 Ti 显卡，所有游戏全部支持特效全开60帧运行，甚至可以在8寸屏上体验光影追踪特效。WIN Max 已经是 GPD 的三代掌机了，生产制造和设计工艺上都吸取了历代 PC 掌机的经验，在按键手感以及散热设计上提升巨大。双风扇、双热管、散热设计可以做到长时间游戏不会过热降频，25瓦最高功耗下稳定运行。手柄 L3 R3 升级为按下摇杆操作，完美符合主机掌机玩家习惯。电池高达57瓦时，相当给力。25瓦火力全开，至少2.5小时续航。充电器采用65瓦超级快充，2个小时可以充满 WIN Max。优化了充电逻辑，可以边充边玩，同时充电器还支持给手机充电。机身上甚至还配备 RG45 网线接口，同时拥有 HDMI2.0 和2个 USB3.0 标准接口。以及 Type-C 口和单独的雷电三接口，可以说在接口上全世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外观设计采用镁铝合金工艺，带出去就是一台超级办公本，回家贴上扩展坞就是无敌台式局。硬件配置和13000元的 Surface 相当，这无敌的性价比又为你京东预售4999，香不香？我都不敢回他，你再回他今天做，我这今天怎么做得了？我没说。